Hello，宝贝们，晚上好。这个是我加热马上出锅的时候，就是在加热过程中马上出锅的时候放一点香菜，你们可以这么吃，味儿会更好。果然放点香菜更好吃。你们回家加热的时候，怎么加热？放在炒菜的锅里面，少放一点点的水，把水炖没了之后，就剩不点，马上快出锅的时候放进去香菜，就 OK 了，一扒拉扒拉，会让这个爆螺的味道更好吃。这个当封面行。您有新的？刚才接了个订单。你们真的可以回家尝试一下，快出锅的时候放香菜，超级好吃。无敌了。